原标题：2017只剩五天了，你清醒一点。原创作者：坦不装载，请联系 iSocialer。编辑：团杂。这真的不是一篇软广，因为我们从来不拿时间开玩笑。2017还剩五天，你知道你的时间去哪儿了吗？以前，时间是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还是有的。现在，时间是你刷完公众号推送朋友圈自拍微博热搜淘宝微淘直呼 live 之后还剩下的那一点点。互联网通信技术的进步把这个广袤的世界浓缩进一根网线、一台电脑、一部手机，甚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WiFi 中，让你触手可得。于是你的世界变大了，时间变少了，注意力涣散了，处理任务的效率急速降低。我们的时间究竟都去哪儿了？碎片化时代，撕裂的个人时间 APP Store 里的效率工具数不胜数，说明人们都非常急迫地想要抓住自己的时间，好好利用它。可真正要做到却是那么的困难。现代社会到底是什么偷走了我们的时间？为什么做事越来越拖延，精神无法集中？其实本质作祟的是我们的时间不受控制的碎片化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时空分离，信息爆炸，每分每秒我们需要接受的太多。当时间以机械钟表的形式被固化下来时，它就已经与空间分离了。我们不再需要将时空捆绑表达，例如用半天的路程来表达距离，然后快速地连机械钟表所固化下来的时间也被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切割成碎片。通过手机这一智能终端，我们随时随地接受着零碎的讯息。这一行为的直接结果是知识碎片化，短平快成了网络世界最合理的规则和标准。人们正在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我们其实是将时间的支配权让渡，成为了单向度的人。如果说信息化、数字化似乎是科学一路高歌猛进带给人类的技术福祉的话，那么碎片化则作为一种结果，直指个体的沉沦与本体的破损疏离。在马尔库塞看来，工具理性控制下的社会对人的异化，使人丧失了自由，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能力，彻底被社会同化。通过微信我们才能联系到别人，有时你一小时不看微信，可能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信息。正如过年时候我们喜欢用微信抢红包，有人戏称几分钟不看微信就错过了几个亿，正是这个道理。马尔库塞所以最可怕的是，当大家都沉沦于被技术支配的荒诞快感中，当时代的潮流裹挟着我们每个人向前时，你无法独自反抗，你只有撕碎自己的时间，将支配权让渡，因为你不想被时代抛下。个体生活世界在高科技的侵入下被完全打破，私人领域被切割的支离破碎。面对花花世界，我们究竟如何分配时间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呢？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你已经置身于科技的掌控，不如反制它，利用科技逃离科技，让你的时间重回你的支配。或许下面这些小工具可以帮到你。时间规划，把你的时间找回来。高效 TOTAL 优势一：任务紧急程度排序。当一堆工作蜂拥而至，可以通过按紧急程度及重要程度帮助用户划分工作优先性。优势二：便签功能，可以随时随地记录自己的奇思妙想。实质优势一：一目了然的格子设计，通过格子形式对时间进行管理和记录，以15分钟分段，每一类事项用不同颜色模块标注，可在模块内详细标注所要完成事宜。每填满一个时段，就仿佛看到自己的生命在流逝。优势二：对时间进行统计分析，清楚明了掌握事项耗时情况与比重，查看时间占用比率平均值，促进时间分配平衡。优势三：黄绿信息，此功能比较特别，泡妹钓哥讨老年人欢心，随你个人意愿。朝夕优势一：社交分享，
多人活动一键发给好友或分享到朋友圈，所有参与者都能收到提醒。优势二，自动归档。日程对应的沟通记录、日程备注、文件、图片都能自动归档，随时随地快速回顾。不过，规划好了你的时间，却还是可能因为没有动力去完成。如果想要更好的监督自己完成任务，最好再搭配一款提高专注度的 APP 同时使用，提升效率。你怎么又在玩手机？番茄土豆优势一：番茄工作法。番茄工作法是由弗朗西斯科·西里洛于1992年创立的一种时间管理方法。选择一个该完成的任务，将番茄时间设为25分钟，专注工作，中途不允许做任何与该任务无关的事，直到番茄时钟响起，然后在纸上画一个 X， 短暂休息一下5分钟就行，每四个番茄时段多休息一会儿。优势二，记住你的时间，当一个番茄时间结束，工作时间和内容都被记录了下来。记录之后，番茄土豆还会对你的每日工作时间、每日效率最高时段工作内容进行分类分析。对于想科学全面的了解自己工作习惯、提高工作效率的同学们来说，番茄土豆无疑是再适合不过的工具。Forest， 优势一，给你成就感。每执行一个番茄时钟就可以种下一棵树。当然，如果在执行番茄时钟的时候跳出 APP 界面，你的树就会枯死哦。优势二，锁住你的手机。Forest 有屏蔽手机应用功能。如果你担心工作的时候管不住自己，想查个单词却玩起了手机，一旦进入种树时间，想打开微博也打不开了。优势三，真的可以种树。每种植一棵树，就可以获得对应的虚拟金币。而 Forest 与种树组织合作，以2500虚拟金币的价格，你就可以种植一棵真树了。通过工作和学习上的努力，就可以成就一份公益。这个 APP 有一个缺点，要钱，但是在某宝上，你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哦。潮汐优势一，白噪音。很多人喜欢做事时耳边有声音，但是听音乐又容易分心。为了贴合人们的这个需求，潮汐共提供五种白噪音模式：海浪、雨声、森林、冥想和咖啡厅。配合番茄时钟，可以舒缓人紧张的神经。优势二，每日短句。根据时刻为用户送上不同的问候，每天还会推送一句简单精美的短句，可谓非常贴心友好了。回归本真，没有电子设备不能活。纸笔千万不要小看传统工具，有时它们才是最科学的。优势一，随时随地，不受电量、网络的限制。古往今来，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有纸和笔的地方就可以用，不需要执着于用何种形式的纸和笔。手机动关机类看不到呆板事项，连不上网不记得还有啥要做？不存在的，一支笔一个本拯救一切。优势二，根据个人喜好排版。如今的手账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时间记录和管理术，不是吗？终极大杀器 ，deadline 断网 ，deadline 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从来不是喊喊而已。如果真的忍不住东搞西搞，那就自行把客观上的 deadline 在心理上提前吧。比如 boss 让你月底交一个东西，打出提前量，给自己定下25号的 deadline。然后在25号之后为自己安排无法有大块时间系统完成这项任务的其他活动，同时你需要配合执行一项关键操作，进行任务时断网。此处断网可不是轻轻上滑下滑你的手机操作栏，点击关闭 WiFi 的开关，而是指彻底关闭路由器，切断你的 4G，再也没有突然弹出的微信消息打断你的思路。再也没有管不住的手让你不停刷微博。要回归一个原始的生活状态很难，但想想 deadline 都迫在眉睫了，你还想咋的？推荐了这么多，归根结底，
还是要先在心里树立起对任务的重视。只有你真的下定决心要好好完成一件事，这些辅助工具才对你有效，否则谁都救不了你了。要想在碎片化的时代做一个完整的人，你要学会拒绝，也要学会掌控。拒绝无关紧要，放弃没有必要的社交，专注于自我的提升与修炼。同时，如果碎片化是不能抵抗的时代洪流，那何不利用它？许多人学会了在缝隙时间背单词、做英语阅读。时间碎片化了，人可以不碎片化，建立自己系统的价值观，有独立自由的意志，我们就能与时间如期而约。你呢？有什么留住时间的小诀窍吗？一，你可能会喜欢社会学类没